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神。今天我们要来买快，我们今天要来玩第四届的终极狼人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猫。大家好，我是杰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蛙。今天我要来玩我的终极狼人杀系列哦，终极狼人杀嘞，做着做着也来到了第四集哦，这一切都要多亏爆闷啊，因为花短短的一秒钟，用力帮我按一个大大的喜欢，才知道有哪些游戏模式是你们喜欢我又爱玩的哦。那在今天开始之前呢、啊，你们应该有注意到我们今天的人好像比较少一点点，对不对？加着加着好像也才五位左右，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今天嘞要来玩一个特别的变异模式啊，这个特别的变异模式嘞，五个人玩刚刚好。那在今天开始之前，如果爆闷喜欢我们终极狼人杀这个系列上到第五集的话，别忘了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。那我知道，看看我们今天可不可以突破，可以来一个高高的数字嘛？我们看看今天可不可以突破两万个喜欢。嗨，两万个喜欢就让我们这个系列突破第五集哦。好，那在游戏开始之前啊，偷偷跟宝宝讲一下，当地图的作者啊叫做四蜜奶，对不对？在上一集的时候我有提到，还是我大概两三年前曾经玩过一款王国纪元认识的一个朋友哦。啊，他的团队嘞看到我们这个系列这么的成功之后嘞，他也很努力的不停的在更新这张地图。这一次呢，这张地图他新增了不止一张，不止两张，他新增了三张全新的地图，而且还新增了两个全新的职业哦。那在今天开始之前呢、啊、，Bob 除了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之外，也别忘了在底下留言区谢谢这个制作群们那么努力的为我们 debug 还要增加更多更多的新内容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张地图新增了哪两种新职业，还有哪三种新地图，好不好？首先跟我走，跟我走。我之前玩完第二集还是第三集的时候，我有跟作者说啊，就是可不可以增加一些变异的玩法。作者嘞，他新增了一个角色池，这个角色池是什么意思嘞？就有点像是你在抽转蛋的时候的那种角色池，轻轻对他按一下右键，他会写说设定抽卡机的卡池。保底一只狼，其他的角色池不足，剩下的水鬼都是村民。意思是指说，我们可以随机增加这上面任何的一个职业的人数，但是最少一定要有一只狼。像我们这边可以有一只狼，然后任何一种职业，或者是我们也可以玩一个今天想要玩的变异玩法。今天想要玩的变异玩法嘞是四只狼，然后一个村民。这可以玩吗？应该是可以啦，应该是可以啦。那我们这边来看一下新的职业介绍好了，在场的各位都玩过、啊、至少都参加过一届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长话短说，直接来看一下增加哪两种新职业哦。蠢蛋嘞，他是假的预言者，听到的神谕都是胡言乱语，主动技也都是假的，但本人不会察觉。OK，、嗯、好酷哦！他显示也是预言者。我猜显示也应该是预言者啦，他不会告诉你自己是蠢蛋。那另外一种职业是忍者，忍者嘞他会有基础的道具苦无，然后第二个是什么？习得忍术七道。哇、wow, 哦，七道得到七种效果中的其中一种，他没有说效果是什么哎、欸，对不对？谁、嗯、好，那这一次就新增了两个职业。那我们今天人比较少，要取消一些之前有的职业啊，猎人不用了嘛，对不对？我觉得猎人还好，不用、嗯，所以我们这一次不需要猎人。哎、欸，那个十只狼先改回来好不好 ？OK， 我们这一次不需要猎人，然后、女巫也有啦，女巫也有，然后加进卡池里面不一定抽得到。我觉得这一次系统好的地方就是在于，你可以把它加进卡池，就是不一定有那一个职业的那种玩法。好 okay, okay. 所以目前的卡池是两个狼人，然后其他都有 ，OK 吗？好，好地图的部分来我这里，来我这里。地图的部分呢，新增了三张新地图嘛，对不对？最左边嘞就是经典城镇，然后第二张地图叫做母汤沼泽，第三张地图叫做亚特兰提斯，最后一张地图嘞叫做度假村。那今天第四季，我们先来玩个一张地图好不好？剩下的地图啊，就看鲍本还想不想看到第五届跟第六届，让鲍本比较有新鲜。那今天我们要来玩哪一张啊？让我们在场最可爱的圆圆，你要选哪一张地图啊？那我们来选个母汤沼泽好了。OK， 好，母汤沼泽，满满的母汤，蘑菇群内的梗别在意。一到了夜晚，可降度骤降，考验玩家的摸黑能力。但愿各位都可以摸出一条生路来。好，所以是一张黑夜地图，是不是啊？好可怕。晚上的时候都是黑夜啊，也对啊，更暗吧？应该是会更暗的，我在想。那、啊、我们准备开始喽，来喽！第四届麦克杯终极狼人杀 ，3, 2, 1，Ready，Go！ 哦，好平哦！究竟谁是赢家？啊，对，好平哦！对啊，啊箱子嘞，完全没有建筑物啊！箱子在哪里？蘑菇，
我蘑菇，不藏在蘑菇里面吗？哎，我找到箱子了。嗯，难找啊，怎么没有啊？空的，好多箱子哦，这边好多箱子。你们怎么这么开心啊？想要杀人的是不是啊？我没有啊，想要杀人的是不是、啊哎？没有啊，开心成这样啊？这么开心啊？当不了狼人啊，我都抽不到啊。为什么箱子是打开的、啊？箱子打开的，箱子打开的。是我进去的时候，箱子是开着的状况。哎呦，怪啊，你怪、啊、哎呦，是真的啦，真的啦，我拍影片为证的。奇怪了人，我觉得这个是天真的吧？可疑哟、哦，可疑个头啊！我要来杀！没有人在天天跪，那你这么凶的吗？讲话那么凶啊！我有击退棒哦，我也有。杀人不是地方可以抓吗？蹭话蹭话！哎呦，哦，那你蹭出一个一片贴了吗？哦，那个妖水商人躲在里面，好可爱哦！哎、欸，现在有可以换好多东西哦。我要蹭，我也要。透明的天黑了，天快黑了。不怕、哦，先躲起来，先躲起来。哎呦，这药水商人好酷啊！这药水商人好酷啊！好暗哦，天黑了，天黑了。啊！危险，危险，危险，危险！哦，好美哦，那个月光的样子。在想说，如果开光影的话，会不会哦篡改未来？未来。哦，应该是绝对领域啊，在那个范围内不会受到伤害。嗯，哦，哦，有人是忍者，有人是忍者，忍、哎哎、者发动技能，这令甲很猛哦！哇，神仙发动古宝石啊！哇，你看透，不管你是谁，那个匿名的忍者，谢谢你。哇，欸、这是一小区哎，这样干嘛的、啊？为什么那么多未来可以篡改啊？对啊，哦，有蠢蛋吗？刚才说的有蠢蛋哦，两个蠢蛋，哎呦哎、有假的哦。是谁？谁是蠢蛋？好笑、喔！谁是蠢蛋啊？欸、上面是有一层可以跑酷，是不是啊？对，墙壁那边。干、啊、嘛学我讲话、啊？要学我？他很难哦、喔。要不去跳啊？你再学我，不要跳啊！我会跑酷啊！大家都知道了。你们很可疑哦、喔。对，好可疑的。有问题啊？我不可疑啊。哦，讲这句话就更可疑了。什么？羽毛是令甲，羽毛是令甲。哎、欸，干嘛？发生什么事？羽毛是令甲。我是哪路透啊？杰克令甲。真的啦，我看他拿三叉戟。那你不是说不能拿信物的吗？可是这才能跑啊！欸、我们选的是两个狼人嘛，瞄到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有可能会有两只。对，有机会会是两只。哎，好可怕哦！找到一个玻璃，别怕，别怕。是谁？是谁？没偷拿？我拿到我吗？啊，不是不是不是我不是我，我已经做好。你有缺什么东西吗？我缺东西吗？我缺玻璃，缺玻璃。我也缺玻璃。你想换东西对不对？有没有人要遗物遗物吗？好啊，我给你一只击退棒，给我一个玻璃。Yeah！ 哇、哦！谢谢啦！好厉害 ！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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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走！第一关，谁是最后的赢家？所以现在我们要第。第四天的时候才能够合成嘛，对不对？第四天的早上啊，第四天的早上才能够合成，所以代表狼人如果在前三天没有杀到人的话，差不多等于人类获胜了，对不对？嗯，对、嗯、啊，这还蛮硬的，其实我觉得真的太硬了，对人来说，我觉得人在这张地图好像优势很大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有这种感觉，物资多、哦，物资多吧？对，物资多很多才有这种东西。东西在里面，里面分两块，然后换100瓶无敌药水啊！绝了啦，这么勇吗？太爽了吧！他商现在商人可以卖好多好多不一样的药水哦。哦，真的啊？嗯嗯 嗯，里面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药水可以换，像什么加速药水啊，什么啊，还可以换物资哎、欸！呀呀呀！可以换很多东西。哇！所以你在前三天呢、啊？我觉得你在前三天你物资没有用到的话，你可以拿去换东西。对。为什么一瓶水就够？有瓶水中妹妹耶，真的？电视效果，醒来你没有妹妹，哇！干嘛的、啊？好尴尬，他就叫你醒来哦。太嘲讽了，好累，醒醒，你没有妹妹，不醒吧？我预言到了，杰克是狼人，杰克真的吗？杰克是狼人，真的吗？我不想说了，但我也是预言家。我预言到了，我预言到太多了吧？太多了。等一下，小光是女巫。等一下，三个预言家。三个预言家，
三个月才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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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神是狼人啊！阿刚没发光了，阿刚没发光了。啊！哎，我是预言家，阿神是狼人啊！哇，你才是狼人吧？这么多，小光是那个，小光是忍者啊！你才是狼人吧？忍者，干嘛你紧张不讲话哈？我没有紧张不讲话，我没有紧张不讲话。哎，我没有紧张不讲话，我不是用了。现在战场只要一位啊，傻蛋是谁啊？谁呀？小光啊，不用演了，杰克。不是吧？你怎么把他挑上来？我就随便挑，随便挑都挑到你是狼人啊，太可怕！真会挑！天哪！哎呀，我直接杀过去啦！我要杀过去啦！不要不要！现在忍者是废物啦！毛头毛头毛头还要克！不要！哎，他没药水了，他没药水了！哇！有谁接受？真的好快啊！是呀，我觉得这款游戏应该要把它改成发光，连狼人都会一起发光。如果你当狼人的话啦，你正下方啊会跑出的就是你离人类还有多近。我刚靠近杰克的时候，发现下方会说你离人类还有120格，所以意思是说，这个人是头火。对对对，所以我觉得发光这个部分啊，狼人啊也要跟着一起发光，不然人类就会获取太多其他的资讯了。我觉得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玩一场，之后来玩变异的玩法，好不好？好吧，好啊、我们这一场稍微换一下下好了。狼人啊，要射一只啊！狼人要两只，但是猎人两只，预言者两只，人带两只，哇 ！OK， 人两只 ，OK， 好，你永远不会知道其他人是什么职业。好，好，来喽，对 ，Two One， Ready Go。所有几率都变大了哎、欸！哦，我今天是被崩掉那个东西了嘛，对不对？我是忍者啦。这么巧，我也是忍者。哇，我们来都来去木叶是不是？这么巧，我是预言家。不能够，不能够先排嘞，不能够先排嘞，所以不能够把那个三叉戟拿出来，那我就不方便秀出我的三叉戟了。对啊，你可以想要秀出来呀、啊，你可以闪一下，然后再收起来。等，这就是秀出我的挡阵了，不行。哎呀，哎呦，东西又被拿走了、欸。东西小，那要收很快哦。小刚刚在煮菜的时候有秀出他的挡阵吗？好像有、欸。有，有啊。最后，纳鲁头在打世界大战的时候，他有秀出他的那个护额吗？好像也有。有。我是一个，你知道忍者嘛？忍这个字就是要忍耐，所以我要这个名声这种东西啊，就是要忍。就是不是很重要，什么都没有东西啊！我听不太懂，所以经常没有任何预言家吗？哦、我拿到一个，不知道，有可能哦。对，我们有可能没有任何预言家，有可能没有任何的，就有可能没有任何的东西啊！天啊，东西都没了哎、欸，好惨哦！对啊，都没有东西哎、欸，好可怕。那你，杰克你在干嘛？我等啊！哎、欸，我想去找蘑菇神哎、欸，我想去找蘑菇神哎、欸，不行啊！蘑菇神好像可以直接拿到必杀的道具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可是很难跳哎、欸，这次我觉得很难跳。去看看好，因为它好像增加了那个困难度的样子哦。嗯，哦，7道哦，不对，哦，太快了，太快了，是我忍者我放的，你看隐形，哇，隐形，啊，可是我们最高隐形就确定隐形，不要，哎，等一下，啊、所以小光放的阿神说自己是忍者，嗯，有可能是忍者，哎、不可能，先杀。有可能有两个忍者哈，耶！干嘛、啊？我旁边有人喝水，吓死我！太大跳了吧！啊！哎呦！哦，急速！什么东西？我阿神，我觉得感觉阿神是真的忍者，真的忍者。Ninja， 你命！哎，他算是好人，他算是好人。什么？还是你们两个都是狼？不是，他真的是好人。我可能是邪恶的忍者，好哦，帮助狼的吗？零零哦，什么哇，隐形的东西啦，好厉害啊！哇哇，我的卷轴救了命啊！我被传送了，哦哇，咋玩的？我的猎人走哦，猎人其实好像有一点点强哎，对不对 ？Yes， 哇 ，No， 我弄掉了狼人。哇哦！谁是狼？圆圆啊，圆圆是狼啊，我是狼啊！被定住，我被定住了。
哇，猎人其实很强哎、欸，猎人其实有点强哎、欸配合的好。有声音。一个预言者再加上四个蠢蛋，再加上四只狼人，你永远搞不清楚在场谁是蠢蛋，谁是狼人，谁是真的。哎呦，对 ，two one ready go。哇，好惨哦！我看到我当狼人了，我又是预言者。哎呀，我跟你讲，我是预言者哦。是预言家。屁呀！我全变了，还是这一场变成四个预言家，然后一个狼人？不可能，有可能啊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是我刚刚说有可能的，全部都是骗子啊！刚说有可能的，收过了元，一把一把直接把你们都通干掉啊！哎呦，这么凶！我刚刚预言到那个阿神是狼人，你预言太快了。太快了，太快了！给鬼给拐！小光在哪里？小光在哪里？没有，你出来，你出来！第一天不能杀人，说好的第一天没有呢？可以啊，不能交，不能交信物而已啊！对啊，不能交信物啊！小光，我是好人，我是好人啊！我是你证明，证明给我。你好，我是那你刚为什么？你刚刚为什么要预言？请说。对啊，因为我想说制造欢乐，制造爱。请开始你的表演。请开始你的表演。除了这句话，还有什么话想说吗？小光，你要不要看一下你正后方？哇！代表，你可以告诉我吗？快点，你还有一格半的时间可以说服我。来了。其实是想说扰乱一下，跟你刚刚那一场很像。嗯哼，然后呢？可是你好像太早了。然后呢？想说骗一下大家，然后。嗯。啊！跑！然后来，你说我是什么？你是好人。你说我是什么？我是好人。你说我是什么？什么东西？只有一只狼。小光。我被恭维。在我被恭维啊！只有一只狼。保底一只狼啊！随机的，一只狼啊！哇，这模式好好笑哦！笑死！猜场好吧，猜场。第一次看到狼人追狼人跑，哎，真的。对对，哇，哪里 go？ 第一场，狼不可以拿武器，知道吗？不可能拿那个武器，全部都太弱了。所以我要去找，我要去找，哎，下一棒了，哎。为什么一开始就有人冲中间的塔？哎、欸，杰克，当然啊，杰克，我拿到了咖喱棒，给我一个咖喱棒，不要，危险，给我，不要，欸、我棒我先把你宰了，我把你宰了，我把你宰了，对不起，不要那么凶啊，好险，到底是谁啊？好，所以拔出圣剑的人就是好人哎、欸，对啊，哦，那村民也有那个。对，那阿神你要拿吗？我考虑一下。哎呀，杰克，你强制丢给他，我考虑一下。好了，我拿吧，好不好？好，来找我。哎呀，在哪？我拿，我在正中间，我在正中间那个地方啊。哎呀，可以啊，天要黑了啦！你到底在哪里？这到底是不是陷阱？这里，我觉得这是陷阱，而且小龟跟着我。可能是陷阱，因为我找不到他。村民要团结，村民要团结。杰克，是，村民要，我在蘑菇上面，快点。等一下啦，怎么一堆怪怪的啦？天要黑了，杰克。怪的，村民要团结。没把你杀掉哦。没有。是什么东西？村民要团结。OK， 完了，再见各位。塞欧娜娜，古奈。是啊。塞欧娜娜。好 ，Right， 今天这集 episode 差不多就到这了。救命啊！救命！没有价值啊！有没有圣剑？你已经有一把圣剑了，什么叫有没有圣剑？我刚拿去砍小光了。拿去砍小光？因为他一直跟着我，他可疑。OK， 有点危险。好多只狼在下面跑，真的！不要再笑那两位，女人是一只狼。OK， 我听小声我就知道那是在说谎。为什么？女人是一只狼，那个笑声就说我是狼，我没笑，就那种感觉。我笑声哪有？啊！我跟你讲，现在我谁都杀哦，接近我我就杀掉哦。哦，那么凶，是人或狼我都杀哦。我刚开启魔刀海牙库模式，魔刀海牙河，魔刀海牙。OK， 行，第一个晚上熬过去了，再撑两个晚上就好。加油！
掉下来。杰克，我你相信我是人了吧？杰克，相信了吧？我不知道，但我又杀掉另一个人了。我不知道啊！我又杀掉另一个人了。不要讲我不知道啊！哎、欸，阿神，阿神，要不要？你要不要？我要，那把剑。中间，中间，中间，是好多、哦。中间在哪？中间，就中间塔，中间塔，中间塔，对对对对对对。好，中间塔，中间塔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难不成？那我跟你讲、嗯，假如你是可以拿的人，嗯、那就剩下羽毛了。对，但问题是你不拿吗？我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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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拿嘛！你用，你用，我拿嘛！我拿，你拿，考虑一下。你是好人，你就拿了。我是好人啊，可是你不能这样逼我。我可以，我可以选择不拿。对不对？我是好人啊，可我找不到啊。那我要当报名喽，你要不拿？好人啊，我拿了。我这个真的好凶哦，混乱邪恶。找羽毛，找羽毛。邪恶哎！等一下，如果游戏规则是村民逼狼人拿刀，我觉得应该改成就可以拿了，对不对？那我是不是该把你杀掉？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杰克，杰克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杰克，你下来，我把是 Q 出去给你，你可以再做一次这个决定，你要不要给我这个道具，好不好？我觉得增加这个规则应该比较有趣一点，所以你愿意给我那把刀吗？来啊！那如果我是狼人的话，我可以砍你哦，可以。真的吗？真的好吗？真的？真的真的？你确定吗？哇什么意思？哇你在干嘛？还是你们两个是狼人？哇我不知道、啊、你在游戏末期还是装啊？什么意思？这两个人不用什么意思啦，羽毛不用什么意思啦，真的真的真的。羽毛，羽毛进来，羽毛进来，羽毛进来，进来，我等着你啊。耶、yeah! 无敌药水啊。我刚刚到底有没有滥杀无辜啊？你们前几个的，阿胜，那、啊、其他两个嘞？狼，你嘞，小光？我是狼。那还好啊，杀两个狼可以啦。我嘞，不重要啊。二大于一。Alright， 今天的狼人杀第四届就在这个欢乐的气氛下结束了。我希望大家喜欢第四届的狼人杀、欸。你还有任何有趣的职业组合吗？留在下方的留言区告诉我们吧。如果大家喜欢这个系列，想看到第五集的话，别忘了给我们下一个大大的喜欢。那我们知道，看看我们今天可不可以突破20000个喜欢。我们下期节目 ，See you guys， 拜拜拜拜。Bye bye bye bye